日前，田馥甄在网上个人社交平台感性发文，列了得器皿可以金续，谢了得爱情花无以为继。哇，真的很文艺啊，大家起初以为是要有新作品了呢，原来只是出自小才女的日常感慨，哈哈哈，真笑啦。不得不说，田馥甄是个让人惊艳的女生，声音很干净，演唱技巧非常好，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让喜爱田馥甄的人渴望听到她更多音乐的呈现。田馥甄在个人专辑中将自己各个区域的音色、对于唱歌的理解以及唱功发挥到淋漓尽致，有一种文艺范儿叫田馥甄。她的声音空灵清透，她的声音慵懒低吟，却总能在歌曲里面唱出倔强的味道。就连生活中的小日常也是一样，列了的器皿可以金续，谢了的爱情花无以为继。这句话真的好有诗意啊，不愧文艺女神。